我们今天来参加的呢，就是 Sharks 这一次特别邀请 Kipchoge 来上海，然后进行一个粉丝见面会，有点紧张啊。车来了，车来了。鸡皮疙瘩，太可怕了。子章老师也上课吗？哇哦，这可是 B 站的大神啊！我们要抽奖给大家的呢，是这一次我们去参加活动所拿到的这些限定产品，甚至它的每周的周跑量可能都达到200公里。我们今天人来到了上海的原生体育中心，哇，这个会场很厉害，它竟然可以容纳30,000人的观众。那我们先来行前说明一下，待会准备报道来见面今天的最重要的大人物。报道完成。拿到了手环。我们今天来参加的呢，就是 Sharks 这一次特别邀请 Kipchoge 来上海，然后进行一个粉丝见面会。那今天很特别的是，他还有很多跟粉丝互动的环节，先签名一下，看等一下有没有机会跟他签名同框。OK， 粘上去吧。Hello， 大家，我是你家人 Dre。我们现在人来到了上海，有没有看到我身后？我们这一次特别受邀了 Sharks 的邀请，可以来到上海。亲眼目睹，也是应该是跑步界大家的偶像，也就是 EK Kipchoge。那这次呢，他来北京、上海巡回了蛮多站，非常荣幸有机会可以受邀来到这里参加。等一下也会在这边跟他欢迎击掌，等待他入场。那等一下我们今天好像还会有一些体验流程，待会也会由EK 来带领视障跑者，就是黑暗跑团来这边做一个体验跑的活动。对，很期待可以跑在 EK 旁边。好了，那我们在这边等他准备进场，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实际跟 EK 见面的画面吧。好可怕，跑道太短了，有仓鼠的感觉吗？有点紧张啊，大家才在这边迎接乔神的降临。车来了，车来了。车吧，太可怕了。OK， 旁边的跪下来啊，见到神要跪下来好不好 ？OK， 对。子章老师也上课吗？哇哦，这可是 B 站的大神啊！如果看哔哩哔哩应该知道的子章老师。OK， 我们这次受邀来参加这个活动啊，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公益性质的内容，就是他们邀请了当地的黑暗跑团，也就是视障跑者。那 Kipchoge 也跟着他一起完成了400公尺的领跑。那其实在这个活动当中，非常有趣的是 ，Kipchoge 也鼓励这些视障跑者，其实你们有一点点身体上的缺失，但是你们其他跟大家都一样，只要你热爱跑步，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最重要呢，我们在后段也来跟 Kipchoge 有一个深度的访谈时间，这次也透过当地的几个跑步的大神来问他们一些跑步相关的问题。 OK， 看完了 Kipchoge， 哇，真的是在现场第一次跟他见面，我刚刚在进来的时候手真的是整个鸡皮疙瘩，而且他一连串在这边很紧凑啊，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然后就结束了这次的见面会。可是最重要的是刚刚的会谈跟采访过程当中，包括有提问到他如何一直坚持在他的比赛的这场应该说训练啊持续比赛的过程中到底是如何坚持的，他的回答也是很简单，就是训练就是一直会有很阶段性的去执行，甚至他的每周的周跑量可能都达到200公里，然后训练量真的是非常大，但他就是坚持就是持续做跑步这件事情，就是很单纯的继续做。但是也有人问到他，如果遇到一些可能低潮或是跑步不好的时候，他会怎么应对？他会透过每一次啊，像类似这样的见面会，或者在比赛过程中，可能跟粉丝见面的过程，然后他成绩的表现啊，或是其他在运动赛场上的这些成绩，很多粉丝们会给他很多的回馈，那这些就是他持续走下去的动力。最重要的是，刚有一题我真的是印象深刻，就是主持人给他的三个选项，第一个是如果你可以选择，第一个破世界纪录，第二个破个人最佳，第三个是达到3次的奥运冠军。那他的回答是都没有他的选择，他选择的是1小时59分，因为1小时59分算是目前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在正式赛道真的达成了一个赛事记录，所以我觉得 Kipchoge 他的理念或者他的目标也好，真的都跟一般人想的不太一样，所以在现场看到他真的是觉得他就是一个哇气场很强，然后跟我们想象的那种选手真的是有很大的区隔，而且他就是一个你会觉得在他的世界里好像
世界越快，心越慢那种感觉。他就是一个很沉稳的存在，真的是神一般的人啊。好了，非常开心今天有机会可以受邀 Sharks， 然后带我们来到上海这边，亲眼跟 Keep George， 就是这个乔神做一个见面，哇，真的是非常感谢。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见面会影片差不多这边结束啦。我是你的家长队，如果喜欢我们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小铃铛。那如果想要了解我们这一次最重要的是 Sharks 跟 Keep Jockey 联名的这个耳机的话，也欢迎点选下方的资讯栏链接。他也有说到，他在平常跑步的时候非常喜欢听美国的经典音乐，哇，这是比较 old school 类型的。把影片看到这边的你们有福了，这支影片呢我们也即将抽奖。那抽奖的内容很简单，只要在影片当中留言出我这次佩戴的这个耳机是什么名称，就可以参加这次的抽奖机会。但重点呢不是这个耳机啊，因为这耳机花钱都买得到，我们要抽奖给大家的呢是这一次我们去参加活动所拿到的这些限定产品，包括一个 Sharks 的水壶，还有一个 Sharks 的凉感毛巾，最重要的是还有这个 Sharks 的头带，还有这个这次参加活动才有的这个 Keep Jockey 的徽章。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我们在这次活动当中佩戴的耳机是什么，我们就会抽出一位把这些奖项送给大家。好了，我是你家长队，喜欢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咯，拜拜。等一下，还不要离开。最重要的是啊，接下来两三周之后我即将飞去新加坡，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持续锁定我们频道，还会抽出环发相关的小赠品哦。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一次去啊，见到了很多大咖明星，包括 Pogacar、Sagan 还有 Chris Froome， 还有很多各个车队的顶尖车手都有到场参加。如果你们还没有追踪我 IG 的话，赶快追踪起来，因为这次在活动过程中所有看到选手的第一幕消息呢，我们都在我们的 IG 随时在持续的曝光当中。最重要的是啊，这一次的环发赛是有非常多支影片准备跟大家分享，那在这个内容当中我们也会抽出这个牛铃，也就是比赛加油中加油那个很重要的，上面有 Tower Difference 的 logo 也要抽奖给大家。好了，那我们影片到这结束哦，我是你的家长队，喜欢我们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小铃铛，我们就准备下一支影片见啦，新加坡见，拜拜。现在 Keep Jogging 已经发完枪了，然后大家现在正在比赛中，他们要跑两公里的接力赛，每个人要跑两 K， 然后交给下一棒，好像总共四棒还是五棒吧。对，目前各跑团正在努力当中，然后里面。